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乔林日志，今天大家来新加坡的 Are You Ultra？ 那我们今天要吃这家店，对，肉哥很尼库卡普。对，那我们这就带大家去看哦。你 ，Let's go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餐厅的外观。哇、哦，好赞啊！它这边门口有这个肉，不过这个都是模型。对，这个是他们的菜单，这个是日式餐厅，说他们有寿司跟烧肉。Yakiniku。好，这个是他们这边的吧台，然后这是他们的就是冻饭。然后过年期间有一些都没有开放，然后这个是他们新加坡捞鱼生的这样一个组合，捞鱼生的组合，这个卖39.8 for 4到6个人大概。给我们放口罩的，对，所以你吃饭的时候可以把你戴的口罩放进来。好，我们今天点了一个日式火锅，那我点白富士三锅 Fuji Nabe Fuji Nabe Pork 就是 Nabe Fuji Nabe Fuji Nabe 猪肉的，然后还有点一个甜点是这个 Strawberry Ice， 然后 with snow。这个，然后它有这样子点心，然后它会淋那个炼乳，它里面有布丁跟香草冰淇淋，还有草莓冰淇淋这样。OK， 日本它上水都是要加冰块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觉得上常温的水很没有礼貌。哦，加冰块水是有礼貌，然后里面有枸杞跟这个是薄荷叶的样子。OK， 我们的白富士锅，这个是牛肉口味来了。中间这个是空心菜，然后有豆芽菜，然后跟肉包起来，有点像火山爆炸。它在仿那个富士山，然后下面是什么？就是高丽菜吧？高丽菜好像味噌吗？味噌白锅。OK， 滚了。然后店员说滚了之后，就是把富士山搬倒，然后把菜压下去。
然后这上面这个是空心菜，然后这边有很多豆芽。是，他怎么没有给我碗跟盘子啊？这猪肉锅，这是牛肉锅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